其实母羊男他没有什么暧昧可言，你所谓的暧昧那就大家都说母羊座就是孩子嘛，孩子气又任性，所以像对孩子一样对他就好了。哦，那你就错了哦，在感情的攻防战中，母羊一点都不像孩子。母羊男其实是非常冷静在评估的，在他心目中，女生是有明确的分级制度哦。普通朋友级就是聊天的时候嘻嘻哈哈，时不时还撩你一下，你误以为这是暧昧，但其实对他来说，这是朋友之间相处应有的模式而已。而且对母羊座来说，认你做干妹妹，那就真的是妹妹。母羊座会心动的对象一定有着出色的外表，也许是很性感，或在一群人里面非常的突出，带出去所有的人都会惊呼的那一种。但是以色示人，能得几时好呢？通常如果只是外表的话，有时候他会一时冲动，但他也会三分钟热度，很快的失去兴趣。我一定要提醒所有想吸引母羊男的女生，你们要时时的保持自己的行情，让母羊座有一种想追你、狩猎你的感觉。不要忘记他们是火象星座，让他们想要打猎的感觉是很重要的。母羊男其实非常欣赏有自我主见跟非常独立型的女性哦。说白一点，他们就是蛮喜欢姐姐型的对象。相反的，如果你常在母羊男面前耍任性、耍脾气，然后看起来非常的幼稚，这个就非常容易在母羊男心目中扣分了，因为怎么可以有人比他还幼稚呢？而且在相处过程中，千万不要太主动，如果他不找你，你也不要理他，或者他一冷淡你就慌，以女朋友的姿态问东问西，管东管西，那就不行哦。母羊男可是会生气的，因为在他心目中距离是他来拉的哦，你在他心目中是哪个等级就该做哪个等级的事情。所以你要做的第二件事情是在你们还有热情温度的时候，来一点小心机，比如说有一点外力介入是会蛮刺激母羊的哦。什么是外力介入呢？比如说你还是很有行情的，外面的人还是很想追你的，有了敌人，忽然间母羊就会战斗力满满，这时候母羊就会像被电到一样，会认真的评估他有多喜欢你。我觉得母羊有一种人设，比如说他就是想要表达一种体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觉得这是一种形象，所以他其实是在做形象。比如说他扶老太太过马路的时候，他有一种觉得就是我想当一个好人啊，所以那个时候旁边应该有观众吧，所以他就会非常积极主动的去做这些事情。你真的要分清楚他是对你这个人感兴趣，还是他对于做形象感兴趣。其实母羊男他没有什么暧昧可言，他没有所谓的暧昧，应该就是他还没有下定决心在要追你，所以其实没有下定决心就有一点没希望，因为拖久了就会一直这样下去。所以你所谓的暧昧会在你此后的十年，你每一次见他你都觉得他跟你很暧昧，你没有突破口嘛，那就是少了那个火力，那就是没有希望。那另外一种就是遇到喜欢的人，如果母羊男很有自信的话，他就会放手去追。那如果他很自卑，他不敢追，那他也会很忍耐哦。他会忍住，因为他觉得没希望嘛。那他就会让自己成为你的工具人。所以如果一个母羊男默默的守候你，然后任你驱使，我觉得他很可能就是进入这个状态。你也可以试着主动看看，如果他就是一个默默的工具人，因为母羊座他有分级制度不是吗？他对他自己也有分级制度哦，他觉得他配不上你，他就不会去笑想。所以看似很任性的母羊，其实在感情方面他其实有一点点保守。如果前一天还好好的，有一天突然跟你提分手，你会想问难道他会忽然不爱吗？不是，而是他早就不爱了，只是他忍很久都没有说，这个时候说。所以咯，跟母羊男在一起，你还是要有自己的事去忙哦，不要成天追着母羊男跑，更不要一天到晚直寻他。当你把自己打理好，活出独立女人的样子，我相信母羊男就会用欣赏的眼光看着你，说到你都会笑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唐启阳，从这个月开始，我就会在
Vogue 频道跟大家见面了，我会在这里呢分享很多星座的小常识或占星的小知识，我们 Vogue 见。